热闹的活动有饭店业者举办的婚纱路跑活动，有上百名的新人来参加，而且为了要跑步，新娘是不穿高跟鞋，改穿慢跑鞋，甚至连婚纱都改穿短的蓬蓬裙。听到枪响，上百对盛装打扮的新人和身边的另一半努力向前冲，为了不阻碍路跑，新娘们纷纷脱下高跟鞋，换上运动鞋上场，礼服也是特地用租的，年轻的新人们都选短蓬裙，看来有备而来。但现场不止新人耀眼，三十对阿公阿嬷也共襄盛举，穿着五颜六色的长礼服，搭配白色贵气披肩和头纱，装扮美美，和老伴也来参加新竹这一场由饭店业者首创的婚纱路跑嘉年华盛会。哇，今天大家都起得非常非常早，80几岁也来参加，英法族展现活力。活动中也有小朋友穿着洋装凑一咖。有新人手牵手卖力狂奔，还有新人是当场求婚，在现场热情气氛感染下，男主角成功抱得美人归。太帅了！婚纱路跑让银发族重温新婚的浓情蜜意，也让新人增添不少爱与浪漫的气息。TVBS 新闻刘玉龙、顾定华、SNG 小组新竹报道。